我老公去买牙签儿，我买了两个雪糕，花了10块钱儿。嗯，饭后不是饭前小甜点，开吃。牙签才花9块。嗯，我们这个两个花9块。咱们，这是啥牌子？这么贵呢？百家得，两个9块钱。饭前小甜点，我拿搁后边包饺子呢。嗯，给我挖这嘎的，挖这嘎子。哎，大吧，有点大吧。嗯，有点大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嗯，东北的屋里就是在暖气房里吃雪糕，完美。接下来展示巧乐兹，这个感觉比那个能好吃。后边捣蒜呢，声音比较大。对，给我先去我这个。嗯，好，咱俩来封面。好，咱们起开吧。嗯，比那个好吃一点。嗯，但我最爱吃的是个甜筒。反正这个甜筒比这个比上面好吃。嗯，嗯，它中间有这个。巧克力心儿，哎，我想吃口甜筒。